统蔡英文，出访尼加拉瓜，参加尼国总统奥蒂加的就职典礼。两人不止互动频繁，奥蒂加还在演说中表示蔡总统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样。有没有听错？再听一次。哎呀，奥地利总统前一天才强调非常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，今天这么说，有人玻璃心又要碎满地了。尼国副总统同时也是奥地利夫人穆丽优还多次表示，有机会一定要来台湾，并一一为蔡总统介绍表演节目。政治中心，两人都好友善呐、啊，报道。